好难受，好难受。都说美食美丽不可兼得，唉，谁说的？跟我来，一起畅享美食，一起拥抱美丽，一起享受美好生活。我是朱学林，一位理想主义的80后。我每天的生活就是吃吃吃，玩玩玩，要美食也要健康，享受当下才是开始。我要把这份美好传播出去，带领伙伴创立健康厨房，共同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幸福生活。不仅吃得好，还要玩得起劲儿。我们挥洒活力，保持健康，更要拥有美丽。如果可以，请为生活驻足，用心待生活，美丽如花，美好如花，如花般的成长，如花般的绽放。跟我来，成为幸福的中华人，外在安利，一路松花。